小豆，你可要记住，千万不要被儿女情长绑住手脚。建筑，公主，属下冒犯，是公主，还是乐言？好多啊，可现在我可怜的，我觉得你是个没有感情的，你就是一个提线木，没有思想，没有心的提线木。就像浩南君我就不老在浩东没了。浩南君我的话你又不听了吗？我会笑甜的。我就是怕你生气，但我又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做什么你都不开心，我只能远远看着你，只要你安全我就没什么可担心。糕点呢？吃了，吃了，我没让你吃，一块都没剩吗？